姐们画个洋气的，用石膏绷带画。来，给你黑色食物，你上次输了的惩罚。黑色的沙琪玛，黑芝麻娃，我多爱它。上热水，来啦，剪下来，泡水里，随便的铺，随便的抓。这是扇子呀、啊，还是珊瑚啊？贝壳。铺好了。我这叫孔雀开屏，改路子了，开始画紫。嗯，天天用紫呗，我还就不用了。那你画点啥呢？你看这网上石膏绷带画卖1000多块呢，我这50就行。这个柿饼呢？你是说柿子饼吗？啊，葱花饼。你那孔雀呢？这是我有史以来画的最差的一幅画，我投票选你，我吸了你的一票哦。那今天谁要是输了，下次画画就戴墨镜的，我现在就给你拿墨镜。哎呦，江江做好了，好不好看？说好看。1号小圆，2号大圆，选谁留言哦。